下面我们讲一下再见吧我的爱人啊， Goodbye my love 啊，邓丽君唱的。这个曲子是一个8/6的节奏。什么叫8/6的节奏呢？它每一拍有小三拍，你比如说啊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三打打，四打打，四拍里面每一拍要分一个小个三拍，一打打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有小三拍。比如说左手一打，二打，三打打，四打啊，一小三拍，一打打，二打，三打打，四打。我们心里要有这个节奏，要有小三拍节奏啊。我来说一下右手，降一调，降一调。降 咪， 这头西调头，降 咪， 降 拉， 降 西 头啊，三个降，一个咪要降，还有一个拉西要拉西，两个音降。好，一个八度，一开始一个八度，这是第四拍开始的落起拍。第四拍一打打，二打打。好，这个是一指和五指，然后把这个五指没有声音换成四指，这里没有声音换成四指，然后小指，然后三指弹拉，还原拉，小指五指弹头，一四打打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这是两拍的，所以一打打，二打打，把它换成四指，然后这个变三指了。三打打，四打打，现在这个降息是四指了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二打打，二打打，好，用二指，三打打，四打打啊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三打打，四打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三打打，四打打。后面第二行三指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四指，一打，三打打，四打打。好，第二小节，第二行第二小节，一个发，用三指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后面一组爬音，爬音也有节奏的。也有节奏，三打打开始，三打打，四打打，三打打，四打打，嘴巴说一个音就要弹两拍，弹两个音，三三打打，四打，最后那个。一个音大，好，后面又是四小节尾一句嘛，后面是第二句，是排比句，就是跟前面是一样的，又来了，一用四指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三打打，四打打，第三行。一打打，二打打，三打打，四打打。好，后面不一样了，后面我们用四三四五指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三打打，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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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，这三个音呀，拉手法一打打一打打，二打打，三打打，三打，三打，三打打，四打打。它这三个音要在三打打、四打打里面完成啊，分不平的，大概就是三打打、四打打。三打打，四打打，三打，差不多
可以，可以，大河面那个大河面。